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守昼夜多念佛。那现在这个软体问题很严重啊，那个影音都没办法同步。我们现在是57页啊，这个指向指标的指标，那我们一样看英文版。Point to point，这个上一次我们看过了，就表示另外一个是指标可以储存这个指标的 address 啊，这个字当然是指记忆体位置了啊，这露出马脚，object in memory 啊，那 we indicate each point level pointer level by its own。That is we write for a pointer to a pointer，这个三个 ester 啊，triggle，double，triple 啊，for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a pointer，and so on 啊，for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a pointer 啊，指标的指标可以这样一直指一直指下去，意思。连线不畅。好，这个指标其实就指标的指标了，分成指向指标了。所以原来这个 asterisk 还可以这样用。Indicate 第一个 i 变数102，是因为它都要初始化，所以它要先设定一个 object or variable。然后第一个指标是 pi 等于 i var 这个物件或者变数取值pi points to an in。然后这个呢 points to i，因为 i 这个 pi 指标是一个物件，所以它可以被指标所指跟参考不一样，参考就不是一个实际的物件，所以它不能再被参考，所以就它前面讲过 label 嘛，这个指标的层级，所以它就 point point pp 就 point point 指向两次二阶的指标，我们可以说二阶阶梯的阶，那它去针对 pi 在做取值。这就是他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说，这表示什么？这个的位置是不可以存到 Pi 里头，因为它是用它这个做 initializer 作为这个初始源、初始构建子初始化的这个设定式
point point I point to a pointer to an in. Here pi is a pointer to an in. 啊，这个 in 这个物件，啊，这个 class 这个 type 啊 ，and pi pi point point I is a pointer to a pointer to an in. We might represent these objects 啊，我们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这些物件的关系、啊、就是拍指向拍拍 ，point point 主要 point i， 然后 i 指向，然后这个 i bar 的值是1024，所以它本身它并没有值，它可能就这样写，中间是空的，它只是位置指向它 address of， just as the reference 好像解参考一样，嗯 ，a point to a。an int 也产生 an int、啊、一个指针指向一个 int 这个物件、啊、然后就会产生一个 int 这个执行个体。Dereferencing a point to a point is a point、啊、就好像解参考把一个指针。把一个指向 int 指针可以还原产生为一个 int 这个物件一样，那解参考一个指针呢，这个指针是指向一个指针的，也会产生一个指针，意思它就会剥一层皮啊，还原它上一层啊，它前面这个我们这个层就翻前面的 level 对不对？或阶梯的阶都可以。To access the underlying object。啊、下一层的想要去存取下一层的物件 ，we must dereference the original point twice、啊、但如果我们是这个是它的意思，就是只要是 经过指向两次两阶以上的派的话，你想要去存取最底层的基底的物件的话，我们就必须解参考。在这个例子里头是解参考。这个原始的这个原始当然是指这个、哦、原始的这个指针两次、啊、dereference twice、啊啊、C out 输出来 the value of I value 换行这个换行 new line、啊、这个叫 escape sequence、哦、我今天才复习、哦、这个转译字序列或者说跳位字元有人翻成跳位，这个好像是在前面的第几页，也没多久以前的。Escape sequence， 哦，在39页转移序列 ，escape sequence。嗯，转移序列，有人是翻成跳位字元了、啊，啊，秩序我39页，哦，这个就是嘛，哦 ，the reg value， 直接的值就是这印出来的，哦，所以它翻成 the reg value， 它是翻成。他没有犯，他是直接，照原文的第一次讲。然后 indirect 这个间接，前面他才说这个提供了参考和指标，提供了间接存取一个值。啊，间接的 value 是拍这个指标，然后这个是输出来了，这个是解参考的。哦，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这个 Esther 当解参考运算值啊，嗯，对不对？因为跟指标有关嘛。你要把拍这个原来这个定义拍的指标还原，我们前面讲过，它原你可以想象它本来带一个 asterisk， 还有你这里顺便看一下，他说本书的风格就是把星号接着这个 identifier 这个识别项、哦
来写。那这个就是负负得正嘛，对不对？两个星号，你把它想象成它原来就带个星号，哦，哎，它取这个 Esther 当解参考运算。那再来这个是因为在定义里头啊 ，definition 或者说宣告里头的 clarification 啊 ，clarification 里头的这个星号 Esther， 所以它是定义一个指标。可是这个不是在定义里头，这是在运算啊 ，express 表述式里头 ，expression 里头的哈、啊，这个就是解参考，就是这样判断的。因为我们前面学过 double 双重的。间接的值是，请他印出这个，所以双重间接值解参考两次，这就是他讲 try， 有没有？你在定义的时候也是要定义两次，一样。所以就是他定义的时候有两个，你就要用两个 Esther 两个星号去把它还原，对不对？就类似这样。N9， 好，我们来玩玩看。Value 等于1024，然后你看这个是 Visual Studio 的风格，对不对？那本书是把星号放在那，第一个是拍好，等于它取值、哦、那第二个呢？你看，其实我们写在这，哦，等于它取值。你看它自动会靠左对齐，对不对？然后这个就不用了。好，请它 C out。因为我们没有用 using， 只有用 include， 所以还是要加这个。假如我今天用个 using， 复习一下。那这里就可以省略了，你看没有出错，哎，未定义，不能这样写，需要命名空间限定了，显示可能修正、，Alter Enter， U 型变成 U 型 Namespace， S Namespace。std 不就是 namespace 吗？哦，不能少了 namespace 哦。哦 ，namespace 这个字一定要有，这样就对了。对，好，那这个也是课本这里嘛，它西奥它就不省略了。他没跟你讲清，你看这是他的舒适，你看还要我帮他补，对不对？对啊，你一定哎，为什么我这不行？一定前面要加 std 双冒号，双冒号就是 scope operator 哦，那个范畴运算，我一旦重复就是帮助自己记忆嘛。那学后面前面就忘掉，然后第一个，我们不要有他那个陈述、哦、我们直接就是换行。他也是直接加个框号嘛，哦，他直接，啊，这个是文字串，然后后面对吗？哦，每次换行就来一次，然后输入这个再换行 ，new line， 然后再输出这个 cl 这个，来来来，我们先 pp， 对不起，哎，奇怪，他这里没有发现。名字冲突吗？所以它等于是可以用两次哦，这么好。来，我们试试看，执行到这里。哎，这里现在没有出现错误，还是要执行的时候才会检查。你看，间接取值层级不同。对啊 ，class 不合法。哦，所以这里还应该还是要 PP 啦。那我们先把它列印出来，看看会变成什么。C 幺，你看 C 幺没有问题啊，所以是 use namespace。C 下就不会写出 namespace。你看第一个是它的值102，是第二个是它的位置，第三个呢是它的位置的位置，对不对？它在取它的值。好，
接下来改成结构，我们说结构函数也可以啊，它的解参考啊，解 indirect 啊，你看列出来的一定都是一零二四，因为这个解两次就等于啊，读到它基底的，它这里基底是用哪个英文？是用 underline 啊，就基层的底层的 underline。这翻得很好的 underline present particle of underline， 这是动词，代表一个底层的一个个体、哦、这也是动词、哦、underlying、哦转成 ing 就形容词了，几层的、哦、line onThe situate under something, be the cause of base, be the cause or basis of something, 那一个东西的一个原因，这原因你是不是源头的因呢、啊？最初的起因，或者它的基底。好，这个 OK 了。然后这里又一个错误，对不对？也不能算错误，疏失了。我们老，所以你看不常用，这时候也不用 std 了，因为已经直接 online， 有没有？它就直接可以用，你这样打它都跑出来，因为你前面已经说我要 using namespace 命名空间 std 这个命名空间、哦、所以你看写这一个就省了两次输入，否则你这里就要加个 std double colon、哦、colon 就是冒号嘛、哦、same semicolon 和分号，我怎么背这个单字？我先背 semicolon 分号，分号跟冒号很像，当初是这样记的嘛，现在反推回去。This program prints 啊，这样的程式呢，它会印出 the value of i in three different way， 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列印出这个的值。其实结果是一样，可是它是 different way， 不同的方式，可是 go 结果。啊 ，sequences， 然后 sequences 是一样，结果是一样哦。结果是不是叫 sequence？ First， 啊，第一个是第一个啊，然后 directory 是直接列印出来 ，then through 通过这个指标 to in to 啊，在这个通过这个指标是在这个 py 这个指标里头去指向那个 an int 这个。实体 entity， 它前面都用 and finally by difference the reference in PyPy twice、啊、把它解参考两次，去得到的这个底层的值、啊、在这个 iVal 这个变数啊或者 object 里头的值、啊、我们的英文怎么那么强？ differences to pointer。参考对这个指标的参考，对指标看到我们讲过，指标它既然是一个物件，那参考哎，只要参考的对象是个物件就 OK， 所以当然参考可以指向指标咯，就没有问题了、嗯、这是已经是第几页了，对指标的参考，对，换成对指标的参考，这已经是58页了、哦、啊，对指标的参考，啊，这 OCR 辨识的还不错。指标的参考 ，reference 是 point， 我们都对，就用它就好。然后对指标的参考啊 ，a reference is not an object， 它只是一个空的一个影子。我们前面学过啊，因此啊，我们可以，我们不能一个指标。去指向一个 reference， 指向一个账号。然而呢，
因为一个指标是一个物件，所以我们就可以怎样定义一个参考，去参考指标。参考可以参考指标，指标不能指向参考。指标不能指向参考。对，那其实就是要讲这两句中文嘛。然后印定义一个印这个型别的 I 变数，给它一个 initializer， initializer of 42，用这个十，然后定义一个指标没有初始化，然后定义一个指标，哇，这个厉害了，这也是这一次的新东西。那到底是指标还是参考？要怎么解读这个呢？应该说，定义一个参考，这个参考是指标，然后用这个指标来给它初始化 ，p 派啊。定义一个参考，这个参考是一个指标。对，我们读法还对了。p is a point to in， 然后 r is a reference to the point p。对啊，哦，那关键是它。参考去参考指标的时候，它前面还是要有一个这个 modifier， 对不对？指标的 pointer 的 modifier， asterisk， 然后 r 等于，这时候 r， 注意啊，这个 p 没有被初始化了，那它就用它来初始化它，应该蛮危险的吧，对不对？他不是说尽量不要千万不要用没初始啊，到时候编译的时候就会出错。那 r 呢，等于让它初始化是等于这个 i 取值 ，r 让它等于 i 取值 ，r 是参考，可是它是参考到 p 的这个指标，所以它可以用取值的这个 initializer 啊，这个初始器啊，或者本书是翻初始器啊。来给它初始化 ，r 是参考到一个指标，对不对？然后指定这个是 assign i 取值 ，i 这个变数取值出，指定这个取值值给这个 r，make p point to i。让 p 可以指向 i， 所以这时候它不初始化，反而借由这里来初始化。因为这个它 r 既然是个参考，那我这个参考初始化，第一个初始化用 p， 这里就有问题。可是它接下来是指派它这个值用什么值呢？因为它是参考到指标的一个参考，所以可以，它既然参考到指标，当然就可以用这个值去做。我们别忘复习，要你参考就是你对参考的任何操作都回到它参考的东西去，那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直接对那个 p 做的指定嘛 ，assign。那 p 是一个参考，是一个指标啊，那对它一个指定一个初始化的值或指定一个值的话，当然就是取值了 ，address of operators 啊，取值运算值。所以他说。r 是参考到 refer to a point 指标，然后指派这个值去给 r， 让 p 能够有一个初始值或者指派值。对，哦，那这个指派值当然它就指向了谁 i 嘛，因为你用它啊，它得到的值当然是 i 的这个 address 啊，位置记忆体位置，可是它得到它的位置当然就指向 i 啦。那这时候 r 等于零是什么意思呢？这来了又来了，解构 r 等于零 ，r 指向的是 i， 对吧？那你解构它一次，它就变成什么？我都讲成解构，解参考了哦。
dereferent， 它就变成那个 i 啦，不是 p 啦，啊 point 的一个指针，指针你设为它0就是怎样？我们前面学过初始化为0嘛，哦，是一个没有指向任何位置的一个指针，一个指标。所以解参考这个 r，哦，因为 r 是指向那个指标的一个 r 定义是 r，指向一个指标的一个参考，对不对？哦，而且参考它的话，它就产生 i 咯。解参考它，哎呦，哎呦，解参考它产生 i。啊，哎呦，对，它已经这里已经不是 P 了，对不对？它已经被指定这个，对，解参考是 I 了，哦，所以不是指针变零，它是变成这个变零 ，I 变零 ，I 原来42 ，arbitrary to which， 对啊，对不起，这里，啊，它已经不再是 P 了，所以它本已经用这个去在 designing 它了。The object to which 这个物件是怎样呢？一个 P 的指向的啊，那个指标指向的一个物件。Change I to 零，对，它这边就是我刚刚讲。哦，这个很好，我们练一遍。我们用 I 都可以了啊。I value 一样，然后哎，先定一个指标，它是取指它，然后我们再定一个这个 r， 它是参考这个指标哎，这第一个这个没有初始化啊，然后它却用 pi 来给它初始，你看就出问题了嘛。必须左值啊！来，我们照它打，照它打。我就说嘛，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没有，对不对？这就是个 i， 我们照抄好，免得哪里错都不知道。int i 等于42，然后哎 ，int p 不给它初始化，对不对？然后 int 这个一个指针啊，一个参考，一个指针是参考哦，到指针的一个等于，你看哦，等于 p， 对不起，啊，不需要取值哦，对啊，对不起，是我的错，所以你看一定要自己操作你才知道。因为它本身是个指针，你就可以用指针来给它初始化，干嘛还取值？而且这本身就没有 p 啊，哦，啊，你这个指针还取值，根本就不对，对不对？应该是直接用它，这时候真的就没问题了，太奇怪了。然后我们就先。啊，等于指针啊，初始化用的指针呢，啊，等于不是 pi， 用这个它初始化，用这个在指派它这个值，结果解构 r。让它变成零，对不对？解参考 r 等于零，啊，最后 i 会变被设到等于零，嗯。我真的很好奇，它这里竟然可以没有初始化就可以用它。那，啊，这个 p 是多少哎？哦 ，P 就没有初始化也可以用。R 是多少呀？你看区域变数，无法。现在这一行还没执行，所以 P 已经有了嘛？可它是问号，因为你没有给它初始化，
有初始化的话，这个 point 就有一个值。你看下一行，对不对？真的可以用它来给它初始化。那接下来你再用 i 取值给它初始化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变成42，对不对？因为 i 取值 ，i 的值位置，记忆体位置原来是这样。那 i 取值之后 ，r 竟然被设成这个 r 参考的指标也会跟着联动嘛？它是不是就 p？ 所以 p 也改了，对不对？对参考的操作就是对它参考的东西的操作。那因为它现在是个指标，是个物件，所以你看你现在我 r 给它设了之后 ，p 也会的，因为 p 是参考到。R 是参考到 P 的，对不对？那你现在对 R 设定的话 ，P 也跟着跑了，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值是一样。最后我再把 R 解参考 dereference 设为零，那这时候你已经用 I 的取值作为 R 这个指标的位置，那你把它解参考之后，它就变成指向 I 了。所以这时候 I 再执行下一个 I 就变成零，四十二改零，对吧？它变红字，对。逻辑这样懂，太好了！我真的想考你的逻辑，虽然我们三杯黄汤下肚，对不对？好，果然他就 change i to 零。最简单的了解这个 r 到底是一个什么型别啊，就是。读这个 R 的定义，从右读到左 ，right to left。R 是右读到左，就是怎样 ？The symbol closes to the name of the variable. In this case, the is the one that has the most immediate effect on the variable type.就是那一个最这个变数的值啊，比如说要了解这个 R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了，右读到左，然后离这个名字最近的啊，离这个识别项 identify name of variable 就是 identifier。In this case, the 这个还有啊，这个叫啊 ，is one that has most image。又读到什么？因此我们知道，可以知道。R 是一个 reference， 是一个参考。注意啊，我刚读这里又读到左是错了，因为这里已经是 initializer 初始器了，它是说叫我们读定义，这里才是定义。这里已经初始器了啊。ampersand， 所以又读到左 R， 然后靠近它最近的是这个，所以靠近它最近的。就是参考嘛，所以它 R 是一个 reference， 只要看它最近的到底是谁。那这里在这个例子里头就是这个 ampersand 啊，这个和号，我的俗称连字号。奇怪，真的没有连字号的名词吗？我都一直对啊，有啊，可是它好像是用 hyphen， 对不对？连字号不是用这个 ampersand， 看我妈在 ampersand， 因此 we know that the rest of the decorator 其他的这个宣告员呢，宣告词是决定了这个型别啊，就是这个参考图，这个参考是怎样啊？就是这个 R 这个参考，它到底是指向什么东西？指向的是 P 嘛，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剩余的宣告
宣告的部分啊，就这个 ter 就是部分啊，一部分，什么？宣告是这整个，这时候宣告跟定义是没有什么分别啊，所以他前面是讲那个，后面是讲那个啊，这时候宣告反而包括了整个定义，他这个反而definition 反而好像支持这里了，不是只是整个。我前面理解的好像宣告反而是这个，要整个才叫定义，对不对？等一下我们看中文翻译了，跟我们理解一样。The next symbol，就是下一个靠近它的这个 ampersand 后面的那个 ester， 前面的那个 ester。In this case， 在这个例子里头，是表示 say less。The time reference refers to is a point of time。它只是表示说它参考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指标，不是一个实际的 entity 或者那个 point， 那个 object。 最后呢，这个 B 在这个宣告，就是这一行，在它指这一个宣告的这个基础的型别是表示 R是一个指向指标的参考指向指标的参考它这个 reference to an point， 然后这个 pointer 又 to an 这个 pointer 是指向 int 所以它是对一个指向 int 这个指标的一个参考的意思。你看连那么复杂的英文我都看得游刃有余，跟你讲国文程度，这个你只要搞清楚这个，你要找对对象，这个 reference 这个 to 是他的，他参考到一个 point， 那这个 to 是 point， 这个 point 这个指标又指向谁？指向一个 int 嘛，一个就 n 嘛，所以就是表示这个参考是一个指标，而这个指标是指向 int 的指标，就是他要讲的。所以他是说要理解这个，他讲说倒过来读是这个意思，先读它，再读 int， 不要有走到右读，对不对？他没有提这个，对不对？只有在后面说他另外一部分，只是说他是，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中文翻译的怎么说。理解 R 的型别最容易的方式是从右到左来读这个定义。他说的定义是很好啦可是主要是讲左边这一部分，不是整条。然后呢，最接近变数名称的符号，指的是指这个变数名称是它 identifier 是这个这个 modify， 这个符号当然就是指它这里是用符号嘛 ，a symbol 不对，其实就是 modifier 修饰词，专有名词叫做在此为。ampersand R 中的 in， 对不起，我这里读错了，没注意这个 in， 我以为是这两个，对不对？是在这里头的这个，因为它可能有别的地方，你怕你弄不清。对了，所以今天它的是一个 ampersand， 这里中文翻译反而翻得好，就是对变数的型别有最直接效果的符号，所以最接近它的就是决定它到底是。哪一型的，哪一国的，哪一类的，对不对？因此我们知道 R 是一个参考，因为它最接近它是 ampersand 的一个和号，和平的和号，前面我们学过。该宣告器的其余部分决定了 R 所指的东西的性别。下一个符号在此即为 ester 星号，代表 R 所指的型别是指标型别。这里翻得很好，最后该宣告的基础性别指出啊是一个参考，这个参考后面就翻的就不行了，对不对？它是一个参考，只设对 int 一个指标。这里翻的可以啦可是就是为什么不讲清楚一点？它就是囿于它要忠于原著，不要这样你当然，假如你把它当成一个学术，讲我是中文版传世 OK 啦。可是假如你是要。是一个 primer 嘛，它毕竟是个 primer 入门书，你却这样翻译，谁看得懂？就多讲一句话，它是一个参考，这个参考是只设对 int 的，这个参考是参考了一个对 int 的
指向一个 int 的指标的参考，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哦，我们这里是错的哦，这是属实。好，我们暂停一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一个诀窍就是 tip， it can be easier to understand complexity。一个复杂的指标或参考，的宣告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是，如果你们是从如果我们可以从右，你看我就翻成我们嘛，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右边对这个定义或者这个宣告 declaration，从右读到左的话，就是一个小 paper 啦，paper 就 tip。比较容易理解一个复杂的指标或参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还要做 exercise 练习呢。这个我们就还有额定限度嘛，我们就复制中文版了。练习是59页了哦。练习。决定 time and value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以下每个变数请决定，判断，那就照字面英文字典直接翻就决定。你中文要说判断他们的型别和他们所存有的值是什么。你看我已经有点三杯黄汤纳入人格，还能放那么清楚。 A 是什么？IP 是一个指针，对不对？他写 P 就是指针嘛，所以 pointer。 然后 I， 这时候 I 呢是一个 variable，I 是 variable， 我们要让它自动校正功能哦，先关掉，否则很烦哦，一直给你。这个你看不会了吧？ I 是一个 variable， 对不对？然后这个
R， 不要加那个，它那个只是在定义里头，这个出现的一定是个参考。对，它是一个 reference、嗯、那它这个只不过加了一个初始器，因为参考一定要先定义的时候就初始化，它是用 作为它被参考。它参考的对象啊，它参考的对象一定要是一个 object 或 variable。当然，它不可以用参考去初始化它。那第一题就解了。第二题 ，i 是 variable， 它的值是多少？它还说 values， 这没有什么值啊，它的值这都没有初始化，只有这个。嗯，除非这个 int 初始化，好像目前也没说它初始化是零嘛。这样 vb 和 c 下跑，好像初始化都用零来。可是前面我们试过，你们要直接给它初始化，随便抓个数。嗯，那你看他说他这本书的这个风格要写到这边，你看他就照 Visual Studio， 他还是靠左对不对？这英文版哦，我看那中文版也是靠左啊。你看他自己说要靠变数，现在他自己又靠左边了。所以这个 asterisk 它只对这个变数有效啊。哎，那是故意靠左，要考我们大家不要混了。bin 的话，它也是一个。variable， 那至于它是什么值不知道了，对不对？你不信，我们等一下去玩看，它怎不一定是零啊。然后第二个，它定义的它是型别是 int， 前面那个都是 int 嘛，它型别 base type 都在最前面。可是这是一个指标，对吧 ？IP 是一个指标，它是一个补标哎。它的值现在是多少？它的值是零 ，value 是零，没有。我们前面先讲它的 type 是什么，干脆这样好了，对不对？这就叫我们都给它叫 object， 然后这个叫 type， 这个叫 value。它的 value 问号不知道，因为它没有被初始化。第一题 IP 嘛，它、设定一个 pointer， 然后没有初始化，哦、未初始化叫 on， 哎，前面有讲 define undefined 吗？还是 indefined 未定义？哎。Undefined， 不要打问号，我们专业一点。对，他前面自己想说这是 undefined， 你没有初始化 ，undefined 就没有被初始化。然后接下来是 i 这个，它 type 是 variable， 它 type 当然它是 variable， 可是它是。但是 type 你要注意，它这应该不是问你型别，那型别一定都是 int 嘛，它是问你是哪一种东西，是变数啊，是指针，是 reference， 是这个意思，这不是型别啊，哦，然后这个是 i 的话也是 undefined 嘛，没都没有初始化嘛，嗯 ，undefined， 然后呢 ，r 是一个参考。啊，整数型别的这个参考，它被初始化的是什么呢？它的值是 i， 哦，它就是 i。嗯，这样我们转成表格就好看，对不对？哎，怎么会这样？
对呀、啊，为什么会 object 哦 type value object type value object type value 对呀、啊，为什么会啊有多一个东西？这里跑出两个，两个对了啊。然后那 i 是多少 ？i 它没有初始嘛，所以它的 undefined。那行 ，i 是 variable， 一样是 undefined。对，然后 IP 呢是 pointer， 它初始化的值是零。哦 ，C， 的话 ，IP 它是一个指标。然后它是。初始化也又来了，又是 undefined， 干嘛都不 define， 为什么都不初始化 ？IP2 呢是一个 int variable， 初始值是 undefined， 都是没有，啊，都是没有被定义的。你看我观念多清楚，那不会被它混淆嘛？真的真懂了。我是让他死背的，管你怎么好，我都很清楚。正好来，我们照这个打，你看会不会出问题？它都不定义 IP I， 然后一个参考用 I 来初始化，真的都没问题啊！我实在很怀疑。你刚好看我区域片无数吗？你看 ，i 对不对？这个值啦，随便乱加，你看都没有初始化。你看机子完了，你看问问问号，这个随便他抓的嘛。因为他这一次他一定是命名你是 int，i 是 int 嘛 ，i 是对不对？一个变数没有定义，所以系那个编译器都随便抓一个，这个值不能用啊。我们前面试过了，然后 r 是一个参考，它的值就是 i 没错吧？对不对？跟 i 是一样。那 ip 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没有定义，所以它问问问啊，随便抓一个啊。没错吧？我们这个完全正确。哦，再来一个 i， 然后一个另一个指标，给它初始化是零，所以这个指标会是零嘛？哦，哎呀妈！来执行完这个。这个 i 是未定义的，所以随便抓一个数字给他。哎，怎么又是这个数字？难道 i 是一个变数啊？未定义的。嗯 ，undefined。ip 是一个指标，是被零初始化，可是初始化为零，可是它指向谁不知道。嗯。前面学过零或者 none， 或者 non ptr pointer， 就表示它没有值，
指向任何物件，所以它得打问号的，三个问号的意思是，它是零吧？可是表示它不是没有一个指向的 i， 它并不是指向任何物件。然后最后一个是 pt。这个是一个指标 IP， 然后第二个是 IP2， 就是没有初始化的一个变数。这边还怎么写？这没有星号错。IP 又是一个没有被初始化的指标，对不对？所以不知道它指向谁，问号问号。然后 IP2 又是抓这个，奇怪，难道整数它固定是抓这个吗？还是我们这个执行阶段它？所以 IP2 是一个没有被初始化的这个变数，没错，一个指标，可是也没被初始化。哦，它是一个零，它不是零哦，根本就。零七七，对不对？前面刚刚那个还零，你看我如果给它初始化的话，它还会零，不是零七七而已。啊，这里不行，这里已经它跑完了，所以一定要执行到这里。它中断，对不对？你看啊，那起始化为零。而不指向任何物件，跟没有起始化的还是有差。没有起始化，当然它也不指向任何物件，可是它本身的值不是零。好，接下来 2.4 第二章第四节 ，const 常数限定值59。限定词，这个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怎么翻那个词。Qualifier 叫限定词。Qualify， 所以我这个也给它啊 ，Qualify， Qualifier， 有时候我们想要定义一些变数，这些变数，这些就是固定变数它的值，它就有一个所有格嘛，我们知道是不可能被改变，好像是变数，其实是一个常数，不会变，例如我们。我们会想要用一个变数是参考 refer to 一个 buffer 缓冲区的大小，如果我们用一个变数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去改变这个缓冲区的这个大小。
如果我们决定啊，那个缓冲期原始的大小并不是我们需要的那个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个变数去改变它。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是我们想要改变它，因为我们也会想要避免那个从这个不经意间啊，这前面选 inadvertently。我们要想要避免在程式中啊，程式码里和不小心的、不经意的、有意无意的，inadvertently。Give to 啊，这 to 是 give 的。不经意间啊，有意无意间给了一个新值给这个变数啊，这个变数是代表这个缓冲区大小的变数。我无意间去给它一个变数，就表给它一个新值，就表示变动它的大小。可是我们不希望这样。所以我们可以使一个变数没办法被变动，用哪一种方法让它没办法定义一个变数的型别啊？用一个 count 的关键字来定义一个变数的型别，就是他这里讲的 qualify 啊，用一个 count qualify， 它就发生成什么限定词啊？我们看一下这字根是什么意思。修饰还是 modifier 类似的意思，修饰限定，所以我们说修形容词啊是有修饰限定的功能嘛。Inadvertently。Qualification 啊。我们就要懂得明。Inadvertently。Qualification 的资格。Inadvertently。用这 CONSD 的 constants， 的缩写。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137点一下 ，inadvertently， 它跑到哪去？那 后面的章节。174它会跑到后面那个词汇定义的。Const type qualifier 这一种型别限定的qualifier 这个型别的限定词是被用在定义一个物件，它是不可以被变动，或者不可能的。这种 const object 的这种型别被限定这种型别的这个物件或变数，必须要被初始化。对啊，你定义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初始化，因为一旦定义了，后面就没有办法再给它任何值了。是在定义的时候决定要初始化，就好像参考好像也是定义的时候就要给这个参考，就是它。好，返回137。好。好，所以要写在型别的前面。House in buffer size 那 buffer 缓冲区的大的五音。
所以我的 buffer 在我应该很大。定义 buffer size 的变数为把它当作一个常数。constant 任何想要指定一个值给 buffer size 就会是造成一个错误。你看，这些就是一个指定的 assignment expression 的运算式错误。想要去复写这个constant 这种型别的物件是错的。不可能的 ，because we can change the value of a， 因为我们不可能改变一个常值、常数值，所以这个 object 可以不要翻出来了，你不要常数值变数啊，我常数值物件太呆了嘛，当然你这里要有基本观念，就常数值还是变数或物件，对不对？但我们创造它，定义它，让它翻成定义比较对。我教你拘泥在这个中文里，看它怎么办。因为我们无法在创建之后更改它的物件，因为它用创建。它一定要被初始化。通常呢，这个初始器啊。初始的设定式可能会是一个什么 RBM， 然后可能会是一个复杂的运算式 constant arbitrary 任意任何一种可以是任意复杂的运算式。那对翻是正如以往，翻的对，因为我们词汇能力没有他强，对不对？那一定要照字典，那也不知道去变通，而是又有点又一头一如我们很熟悉的，或者说一如往例啦，而是 usual。一如往常啊，或一如往例啊，对不对？分成什么？正如以往，意思对啦，可是中文没人这样说的嘛，正如以往。一如往常是不是更口语？更像更像母语为中国人中文的人讲的哈。正如以往，这时候都咬文嚼字卖弄文采，对不对？它可以是一个随意的，而且很复杂的运算式都可以。既然复杂可以简单，当然可以啊，意思就是这样。maybe 就可以翻成容许啊，它容许arbitrarily来定义，作为它的一个初始器或初始设定值嘛。我们前面有学过这个微软的，你看它 qualifier 英文它是官方的翻法是吗？也是限定词嘛，对，那就好啊 ，qualifier a modifier contain， 你看就是一个修饰词嘛，包括了一个资讯。Let describe， 所以modifier 跟 qualifier 差别就是 qualifier 比 modifier 更具体，它会包含一些资讯，它会描写一个类别或者一个执行个体 instance， 或者一个属性方法或者参数 parameter。Qualifiers are defined by the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它是。限定词是在这个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里头被定义的。By the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object manager 啊 ，and by developer 啊，所以它有三种方法可以被定义 qualify， 可以定义限制词，可以被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定义，也可以被 common information model 的物件管理者或管理器定义，也可以被开发者 developer 程式设计其实定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们分的没错 ，qualifier 限定词，好，就这样限定指定。那 modifier 的修饰形容词也可以啊，限定比形容更具体，更那个写，所以他说他包含了他对那个型别的描述，对不对 ？describe， 因为 constant 就表示它不会变，它是不是把它特性和特征描述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查的是。初始设定是 initializer， 嗯 ，initial， 这个一定拼错 ，initial， 哎 ，TIA 对 ，initial，SI 啦 ，initializer。不是、哦嗯、initial 啊 ，S 不是 T。你看他这个都不帮我定义，可这里只要你拼错了，他应该会给你纠正。奇怪，微软这里他咋反而没有这个文法检查？这一定会给你纠正的。你看 ，initializer 对啊，这是对的。对不对？啊，他这里反而帮我修正，其实他这个外挂还是有点 initial 初始设定是，对不对？对，那这本中文版的是翻成初始器，初始化器或初始器。cons in get size 啊，这是一个用函式 get size 的函式来定义，来初始化 initializer initialize the in 这个 i 这个 in 啊，然后 OK initialize at runtime 啊，在执行阶段初始化。这个是在 initialize at compile time 啊，这是所以它，总之你在宣告定义它的时候要给它初始化。至于是在执行阶段或者在编译词编译的前期，我们就翻成前期，比较早期嘛，编译的早期，编译程式的早期或前期就已经把它 initialize 啊，拿出的啊，定义一个常数是 in 这个型别的常数 k。哦，就完了。Error in case uninitialized count 啊，没有被初始化的是一个错误。所以你用了 count 的，就一定要记得要把它初始化。啊、用了 count 这个 qualify。就要记得初始化，就如用了参考就要初始化一样，它是不能独立的。都是不能独立存在的 entity， 可以用 entity 来表示实体。好，这个接下来是 initialization and counts 初始表述式和初始化跟那个 counts 的关系，它分成什么？初始化与 counts。
As we can, we have many times 啊，就如同我们看到好几次都看到一个物件的型别，决定了这个物件能够表啊，能够接受或执行怎样的运算啊？接受和执行就是翻 perform 啊，那运算 operation 或操作一个啊，所以一样啊，一个型别决定了它的行为，你是哪一型人嘛，就有哪一种行为。那一样一个常数的型别，当然就是 can use most but not all of the time of the same operation。As is non-constant version 啊，既然那个型别决定了那个物件的所有可以操作的行为或所有可以操可能操执行的运算，那同样的一个根据那个型别定义的一个常数啊，它也可以操作绝大多数，可是不是完全一样哦，啊。它一个不是就是非 const 的版本 version 啊，就是没有加 const 的那个变 variable 那个变数可以做什么，它都可以做什么，可是不完全相等，可见加了一个 const 还是有差，对不对？五百五波比嘛啊。The one restriction is that we may use only those operation that cannot change at up 啊。最严格的差别或最严格的限制，最突出的限制 restriction 就是限制了，就是这个加了一个 const 跟没有加 count 的 non-const 最突出的最显著的差别就是我们可以用 only我们可以把这些加了 count 这种宣告的这种变数了用在那些不可能改变一个物件的那个操作上。那你如果这个物件可以被改变的话，那当然不能用 count。所以呢比如说啊，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 int 这个型别的这个常数在一个算数的表数运算表数式或运算式里头呢，把它运用的就好像一个非常数的 int 或者一个纯白的纯粹的没有那不是平原啊平白的没有意思就是没有加 count 就是 non count 这个逗号应该是补充说明啊什么叫平白的a cause int converts to boolean the same way as a plain int and so on 如果像一个常数的 in 这个型别的变数它会如果转成 boolean 的话是一样的好像一个 plain in 就是 纯粹的 in 就是不加 count 就是 non count and so on 其他的也都是一样的其他跟没有 on 的所以他说 most 几乎啊都一样只是绝对不一样的就是它如果要改变一个物件的话绝对不能用加 const 这个变数就对了这个 variable 那什么叫 const 这个 in 转成 boolean 那 in 在没有加 const 的时候它转成 boolean 0的话就是 false 对不对 boolean 只有 false 和 true 其他都是 true 那一样一个常数值假如它是0的话转成 boolean 它就是 false它只要是其他的一个常数值转成 boolean 都是 true 的意思一样这个跟没有加 count 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哦，你看，真的不都不用看中文。不管，哦，没有关系，不管这个。这个物件是不是具不具备常数值啦、啊嗯？在一个运算里头啊，只要、嗯、不会去改变这个物件当初被初始化，嗯 ，is initialization don't change the value of an object is new。这个意思断句，这个意思是归在前面哦。断句是不会 change， 你看断句很重要。The value of an object is 啊，就断在这，就是不会改变它的初始化的那个词，断在这啊。哦，这个很棒。唉，这不好好学吗？那我连学程式都可以通中文，嗯、这个是第中文版第59页，对，没错，59页，然后呢？哎呀，一改变它这个，它这个页码就会跑掉。哎呦，真的还不能乱动。对啊，就这里。啊，这个我们到别地方去编，免得像刚刚、啊、影响它。哎，这个我已经。竟然全都包了，143都包进来了，我143还留的，所以这个只要留143就好了。好，点断句嘛，就会跳到那里。嗯，哇，我忙到你看，这个网址面撒的满桌都是，我都没发现。你看，够专心的吧？够投入。点断句，啊，在这些运算中 ，I don't change the value of an object， 啊 ，is initialized， 啊，这很重要。
这整句要一看，对不对 ？The value and the average is 啊、哦，不会 change the value of a 啊、哦，don't change the value。当我们在用一个物件去初始化另外一个物件，它会变数了。不管它是不是常数，只要它不会改变，它原来在初始化面。定义的值都是可以被接受的。那些不会改变出物件值的运算之中，包含了初始化。Among the aperture that don't change the value of a value, 意思怎么会包含了初始化呢？当我们使用一个物件来初始化另外一个，其中任何任一个是否为 constant 或两者就是并不重要。怎么会是翻成包含的初始化？那些不会改变运算物质的运算之中。意思哎，人家是意思 ，initial， 难道这是错字吗？啊，可是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哦。在那些运算之中，这些运算是不会改变这个一个物件的值。那意思 initializing。应该是是、啊、这个意思还是不是这样断，对不对？在那些 among the operation、啊、在所有任何的运算中、啊、那些不会改变这个物件的值就叫做就是 initializing、啊、就是叫初始化、啊、只要不会改变物件的值都叫初始化，应该是这个意思，也是 initializing。When we use an object to initialize another,、哦、所以它后面补充嘛，什么叫 initializing？ 当我们用一个值去定义另外一个值、嗯、不管它是不是常数、哦定一个 i。的变数是初始化为42，那定一个 ci，c 就 const 啊，等于 i 啊，用 i 来给它初始化，然后 int j 等于 ci 啊，用 ci 这个常数对这个 j 这个变数初始化 ，OK， the value in ci is copied into j， 你也可以说 assign is assigned to into 啊。被指派到 J 了，就 copy， 所以你就知道它是 copy， 有时候是就是 assign 的意思啊。The value in I is copy 被复制到 CI const I 里头，这就不用再操作了，你知道它讲什么。那这也就是讲，你只要初始化的话，不管它是不是常数，都可以当做初始化的值，对不对？这个是常数，可以当初始化的值；这个是变数，也可以当初始化的值。他要讲的应该是这个了、哦、在那些所有的运算里头，嗯。
虽然西康斯爱是一个常住字，然后在西埃里头的这个值是一个 iron、啊、是一个虽然它是一个常数，可是在它里头的值还是一个 in 的这个型别的。The consciousness of CI matters only for operation that might change CI、嗯、The consciousness of CI matters、啊、这个 CI 的常数常值的属性呢，这个特性呢，只有在这个运算可能会改变 CI 的值的时候才会有所影响、啊、才会至关紧要啦，否则是没有什么样的，你只要不会 更改到它的值，你要怎么用它随你啦，意思就是 When we copy CI to initialize、啊、我们将 CI 的值复制给 J 这个变数的时候 ，We don't care that CI is a count， 我们才不管它是不是常数。总之我给它，因为 CI 的值不会被变嘛，因为我是改变 J 的值，又不是改变 CI。那这个 CI 是用变数来初始化它，它原来还没被初始，它就 OK 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值只要不会变的话，都可以叫做初始化、哦、因为初始化，你没看我们前面用那个 Visual Studio， 对不对？它原来给那个值，刚刚才看到嘛。编译器给那个假的，你不要说，哎，它变了，它也会啊。它说变成红的，对不对？那不是真的变。啊、哦，你甚至也可以理解说，哦，常数的时候就是只有在初始化的时候定义的时候那一次变，后来就不能再变。假如你要认为那像 Visual Studio 它变成红字真的是变的话，你这样理解就对了，只能变一次。就好像上一次那个参考也一样嘛，参考不能参考好多个，一旦初始化它永远就追随那一个，你影子只能跟一个形体跑啊，你不能说这个影子又是我的影子也是你的影子，对，所以用影子来比喻理解参考这个性质是很贴切的。Copy an object doesn't change the object、哦、复制一个物件或变数不会改变那个物件，复制它这里的意思就是我把它的值复制给它，一定要先复制再贴上嘛，对，它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当你说执行复制这个动作，对它对这个尝试执行 copy 这个动作的时候，不是 assign 的动作，当然 OK。 我们刚才讲的 copy 类似 assign， 在这里就有区别了，对不对？ assign 的时候其实就原来 assign我赋予你那个值，我赋予的人来说，即使 assign 跟 copy 一样是不会影响，不会改动、哦、还是被赋予的才会被改动嘛，被 copy 的对啊，被 copy cover 过去的才会被来碰、啊、一旦 the copy is made， 一旦复制成功，然后、啊、如一旦复制成功，这个新的物件has no further access to the arranger， 一旦复制成功或者已经执行了复制之后，它对于它从哪里复制来的东西不会有任何影响，它就等于是完全代理了，它的保障全部拿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值，一个新的执行个体 instance or object has no further， 不再可以对原来它从哪里复制来的那个原始物件有任何的存取权了。既然没有 access、啊、没有这个存取的权利的话，当然不可能去读写它、哦、预设中 count object are local to a file、哦、对一个档案来说，一个常数的物件是 local to a file， 这我倒不知道怎么翻、啊、local 是一个区域的、哦，所以已经进入到第60页了，预设情况。预设情况下，康数物件是范畴限于一个档
暗的区域物件啊。他你看他这里就不会拘泥这个英文嘛，他把范畴两个字翻出来，不谁看得懂啊？不要像我就是 a local to a fine， 又来了省略主词，什么东西 local 是说有效范畴，是对于一个档案来讲它是有限性的，嗯，是一个本地性，它不能跨领域的，嗯，意思就是在预设里头它在哪里被定义，它的有效性生命期可能就在那个区域，不能超出的，它不是一个 universe 的物件。这范畴指的是生命范畴啦，生命周期或者影响范畴，效力范畴，嗯，能够生效让那个 cons 这个常数之身。我 cons out 当一个常数的物件被创建被初始化，从这个编译时期，constant，Commander will usually replace use of the variable with its corresponding value during compilation. That is, the compiler will generate code use the value in the place that our code use buffer size. 意思就是说，在编译的时候啦，如果你这个定义的常数值哦，这个变数这个物件是在编译时间啊 ，constant， 这里 constant 要怎么办呢？编译期间就是让它定义下来的话啊，不变啊。他这不能都不能说直接去那个 网站看，嗯，如果一个 const 物件是以编译时期的常数来初始化，哦，反而编译时期的常数，哦，这个 constant 是有翻常数，从一个编译时期，哦，这个constant 啊，对不起，所以你看。有时候灵光有时候这个 compile time 是形容词，形容一个常数是在编译时期的常数。such as 就好像我们前面看到的啊，定义这个 buffer size，啊，buffer size 的这个定义的时候，我们是用 const in buffer size 5.12，直接用一个常数值。所以他再抄一遍嘛，那 compiler will usually 啊，这编译器通常会 use the variable with its corresponding 啊，它通常会取代这个常数这个变数所使用的啊，用一个相对应 corresponding 相对应的值，啊，在这个编译期间用一个相对应的值来取代那个常数的使用，那个变数的使用，嗯，编译过程中编译器通常会将用到该变数的地方取代为其对应的值，啊，这里翻得不错，那也就是说 that is the compiler will generate the code use the value 512用512这个值来产生程式码，啊，在那个位置啊 ，in the places that our code use purpose， 啊，在我们那个我们写的程式码，用那个 buffer size 这个变数名字啊，这个 identify 啊，识别项。我们在哪里用到这个识别项，它会编译器会用512去取代它的意思。我在哪些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你哪里有用到 buffer size 的这个地方都会用这个512去取代它。To substitute the value for the variable, the compiler has see the variable in initializer.
to sub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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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对这个变数用这个相对应的值来取代，这个编译器必须去看看、查阅、解译、解读这个变数的这个初始值是什么，初始化器啊，初始设定式是什么。When we speed a program into multiple profiles， 当我们把一个程式分成好几个分支，好几个档案，每个档案来的 user account must have access to its initialize，必须，那每个档案如果有用到这个常数的话，一定要能够对这个初始器、初始设定是要有这个存取权，这就是他这个标题里头讲哦，因为你分成不同档案，它变成是 local 了，你一定要有那个存取权，而到时候读不到那个初始化器，这个常数就会出错，变成没有被初始化的常数，应该是这个意思。为了要查阅，编译器要看这个初始器嘛，常数的初始化器或者初始设定式，那这个变数就必须在每一个档案里头都要被定义一次。Substitute。只要这个常数、这个变数，常数值的变数，想要用在只要想要用到这个常数值的变数的每一个档案，它都要再重新定义一次，要定义一次。然后 2.2 P45 页。这就是讲说未初始化的变数，会产生的问题。那他这里注明这个45页2.2的章节，主要是讲那个，应该是讲定义吧。那我们看一下他这里有没有，对，没有吗？你看。变数必须刚好只定义一次，但可以被宣告许多次。对，我之前好像弄错，变成宣告一次，定义好多次。它定义只能是一次，可是你看，每一个档案要定义一次，对不对？我们可以为定义的。宣告是不一定要有初始器，可是有初始器的一定是宣那个定义。他这里有提到吗？即使你用 extern，那后面又给他一个初始器的话，在45页那个 note 那个区块的上面一点，上面第4行，包括一个明确的初始器的任何宣告都算是定义。所以他这里是用 define 的意思，他意思也是这样，因为他必须要初始化，因为编译器要读到这个初始，其实是 count 这个特殊的地方，他读不到初始器，你这个变数这个常数值的变数没有值，那就是错误。为了要支援这一种用法，避免呢，而且能够避免那个对于同样一个变数重复的宣告定义，重复的定义。Count variables are defined as local to the file，所以你看，为了要支援这种做法，
啊，前面有讲定义只能定一次啊，所以怎么办呢？它的定义的有效程度，对不对？啊，定义被定义的 as local to the file， 它对每一个档案它是区域性，它不能超出这个 file 之外，所以你可以放心对它定义好几次，不像其他的。啊 ，when we define the counts with the same name in modify 啊，在多重的这个档案被分了好多个枝节的啊，分支的档案里头，对一个常数，同样名称的一个常数定义啊 ，it is as if we had written definition for separator 啊，那就像我们一般会对。每个独立的、啊、每个档案里头每个特定的每个独立的这个变数做一番定义，必须而且必须对它定义一样、啊、这是不能少的、啊嗯、然后 sometimes we have a count variable、啊、一个常值的变数，我们有一个常识在想要跟其他的 cross modify 啊，透过这个多重档案，好多个部分的这个档案组成一个大程式嘛，去 share 分享这个常数值。但是呢 ，whos 当然要找对对象谁，这个常数值的变数，它的初始化器又不是一个常数的 expression， 那怎么办？不是一个常数的 expression， 就表示这个 expression 那个演算结果是会变动的、啊、在这种情况下 ，we don't want the compiler to generate a separate variable in each file、啊、我们不会想要这个编译器呢去产生了在每个档案反而产生一个不同的这个变数出来、啊、取而代之我们。另外一种做法，我们会反而会希望这个变数的这个物件呢，会像其他非常数的物件啊，这个常数的物件，对不起，这个常数的物件可以像其他非常数的物件，非常数非常值的变数啊。一样的、啊、有一样的行为或者作用、啊、我们会希望在一个档案里头去定义这个常数 ，and、宣告它 in other file that use that、啊、其他的档案如果需要用到它的话，就宣告它，可是不要初始化它。来，我们总结一下，它这里要讲的重点就是，假如你不是用常值去定义这个初始化这个常数的话，又希望在不同的档案用它，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定义一次，然后像其他的变数一样定义一次，然后其他地方就是宣告它，不要再用运算式去初始化它，因为你这个运算式可能传出来的值会变动的，那不行。所以其他要用到它这个要 share 要分共享这个常值的这个变数的档案呢，你就必须用 declare， declare 就是不含初始器的一个定义，定义和宣告的关系在 declare 关系就在这里。To define a single instance of a concept 啊，去定义一个对这个常值变数的一个执行的个体啊 ，we use a keyword extern。On both its definition and declaration， 这个 extern keywords 又出现，前面我们刚刚才复习，对不对？它四十五页，所以我再注记一下。使用关键是 extern。你看，要获得不是定义的一个宣告，我们叫做 extern 关键字。这里六十页又再提到一次。
E-S-T-E-R-N。 Extern。 Extern。 Extern 不是 Eastern、哦、Extern。 Extern。 A person working in but not living in an institution such as a non-resident doctor or other worker in a hospital。 在某个单位工作却不是在里头住的。比如说一个非住院的医生或者其他在医院里头工作的那个职员。 Ex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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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正我们之前的发音 Extern Extern。On both its definition and declarations， 你看 declaration 可以宣告好几次，地印只能一次嘛，所以我们想要定义一个执行对变数的执行个体，因为然后看一下 Eastern const in buffer 等于 fc 这个用方法。Function， 这应该是 function 的缩写 ，FCN function。Extern counts in buffer size， 这个是宣告，因为它没有初始化器，对不对 ？Same buffer size be defined in extern file one CC 里头一样的 buffer size extern 被定义在 file CC 的档案file one。那 file one cc define and initialize a const 那里 also as a accessible to other file accessible 就是可以存取在这个 file1cc 定义还有初始化了一个常数，它是可以被其他档案去存取的。那这个是 file1h， 它想要享用 file1 的 cc 的这个常数，所以它就宣告一个 extern const in buffer size， 名字都一样的后面不要初始化。所以它就是同一个叫 buffer size 的，就像就是那一个什么在 file1cc 里头被定义的，所以它是说在定义和宣告之中都会用到 extern。In this program， 在这个程式里头 file1cc 定义和初始化的这个 buffer size 的变数。因为这个宣告包括了一个宣告子初始化器初始器初始设定式这个 it is 注意所以它是用 function 嘛，它算出来的值可能会变动，你这里就不能再一个it is as usual 通常是一个定义definition， 因为这个宣告包括了一个初始化器初始器，所以它这样的宣告 it 是这样的宣告，它是一个定义由一般来讲就通常来讲它就是一个定义了它是定义这个才是宣告。好，然而 because buffer is a count， 因为它是一个常值我们必须指定 extern in order必须指定这个 extern keyword 是关键字，为了 for buffer to be used in other file extern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在别的档案里头想要被它也想这个 buffer size 也想被用的话，为了其他在其他档案这个 buffer size 也能够被用的话，我们就必须在定义和初始化的时候加个 extern 的关键字
这个 Esther 我倒觉得有点像外部的，奇怪 Esther。Extern. A sitter who does not live exclusively within the culture goes on the side.在严格的 close order of none 哦，最近才看的啊，鬼修女 none 在修女中是一个严格的 close order， 严格按照修女选一个姐妹，修女里彼此都叫姐妹。Who does not live exclusively within a goes on side， 她不是独自。生活在围场内，并且在外面跑腿。Esther， 你看，啊，就是这个还是有外的意思嘛，对不对 ？Esther， this early socialization process is important because 这个例子啊 ，because it recognizes that the nurse Esther is a team.Member and provides a sense of permanence. 意思很重要，因为他认知到，护士外部是一个 team member. Extern.所以跟外还是有关嘛，嗯，对不对？三春老是在外，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繁体翻不出来。Esther， 我们看其他的词典怎么说。变数函数的可视范围 ，static is Esther， 可视范这个翻得很好，前面。我们也读过 visible 啊，它可以被看到，其实就是有效性啊，哦，可以被看到就是可以被存取啊，别好像我们说偷窥，去偷看人家怎样，那你有权看到，当然你就有权利去享用它，对不对 ？Esther， 啊，是计算机语言里头一个关键字啊，以表示变量或者函数的定义，在别的文件中啊，这个讲的就很明白了嘛。那像那个课本讲了，欧立方绕一绕，你就这样讲不是很清楚？你加了这个就知道了。可是它是相对于这个啊，这不是啊，它定义是在本这个地方，可是它是为了给外部用，所以加个 S。那这里加在别的档案，它却不在这里定义，就表示什么啊？这个定义是在其他档案里头，对不对？提示编译器遇到此变量化函数时，在其他模块中寻找其对应。对啊，跟那个编译器的沟通嘛。嗯，看，这官方的用法，可是竟然没有英文词典的。可奇怪 ，Google 这里又有啊 ，Esther 还有外部的。但是关键是是否套用自指定的名称，具有权益变数。函数或样板宣告外部连接，如需连接和为什么使用权益变数，否则不建议的背景资讯，这根本就乱七八糟啊！机器翻译的这个 Esther 关键字是应用到一个权域的变数啊，对，要是一个权域的变数，别的档案才能读嘛。那 function 哦，一个权益的变数或者函数或者模块或者范本，这个后面会写到 template declaration to，它是应用到一个变数、权益变数这些的宣告里头去指定 random name 这个变数的名字，就是 identifier 识别项。Of that thing has its
Esther， 你看吧，这个才是重点嘛 ，Esther。所以它这个是省略了 external。还是 external linkings 有一个外部的连结了，嗯，对。External， 对啊 ，external linking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linking 啊，And why the use of global variables is discouraged? Is discouraged 就不是很建议这样用啊。其 programming 啊，一些基础知识或背景常识啊，关于这个 linking 连结的，还有为什么对于全域的变数的使用是不被鼓励的，哦，就是不是很鼓励用全域变数，尽量不要用全域变数，哦，不建议用这个，当然翻的错了，哦，参考程式和连接，嗯，这个以后我们还是循着课本，唉 ，external， 原来它就是 external 的缩写嘛。少了两个 no 嘛，因为它要当名词用，嗯 ，external 是形容词吧 ？External。对啊，它就当名词啊 ，say feature something external。External。好，我们暂停一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啊，希望今天晚上已经快两点了，给它一个段落。External. External. 在这个程式里头 ，define and blah blah. Because the declaration includes an issue, it is 这个刚看过。它这里有一个可以玩味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常数、常值，所以我们必须指定 external 啊，才好啊，可以翻成才好让在其他档案的时候需要用到 buffer 的时候也能够用到啊。总之，你互为因果啦，去想 external 在定义的时候定义，告诉编译器说我别地方还有参考到它，用到它。那你在宣告要用到它的时候，宣告一下，叫编译器去找，说我这个定义不在我这个档案，可是别的档案找得到的意思。The declaration in file 1H is also 在 file 1H 这里的宣告 is also external in external in this case 在这个例子里头的 external signifiers That buffer is not local to this file 啊，在这个例子里头，他宣告的时候，宣告一个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 ，signify 指出这个 buffer is not 不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档案里头这个区域里头宣告的定义的 ，and that it is 宣告了它是被定义啊，它。宣告它的定义是 will occur elsewhere，它的定义是在别的地方被定义的，它的定义会出现在其他地方了，也可以啦，出现翻成 occur 中文版翻的，要我们注意是，为了想要分享一个常识的物件，在一个多重的档案里头，档案群组，在一个档可以翻成群嘛，一个档案群组成的这个程式里头去享用共享一个常值的物件或变数，这个 object 可以当 variable 嘛，你必须
哦，就为了要共享，你必须在定义这个长值变数的时候，就把它当成 external。要在多个档案之间共用一个 const 为源，你必须将那个变数定义为 external。嗯，做练习了。Exercise 2.6，第二章第26题。这是页60了，我们刚刚已经有页60了嘛。对啊。所以这样就了解为什么说是 local to a file。就对一个档案来说，它是本地的一个物件，它不是跨超过这个档案或这个本地的范围里头，所以你一定要加一个 external 的关键字，让它知道哦，这个不是本地的东西，嗯，要到外地去找它的定义。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legal？ 下列哪一个是合法 ？For those that are explain why？ 对于那些不合法的人，要解释为什么他不合法。这个观念题啊。A B C D。counts in 这个不合法的，第一个是 illegal， 因为怎样 ？without because because of without 没有初始化器 initialize， 没有初始 without initialize， 没有初始化器，一个长值你在定义的时候就要给它初始化。第二个是 对不对？就要初始化。哎，为什么大家挤在一起？我可能会放上面好，对不对？既然不会自己就抬高。第二个 in 当然成啊，啊 legal， 这是变数嘛 ，cnt
它虽然叫 count，cnt 就是 c-o-n-s-t 的缩写、啊、正常的 normal 普通的，普通的变数嘛，然后而且是被初始化，你定义变数不一定要初始化、嗯，再来出现的关键那个啦，你可以说 keyword， 哎不对，这是 qualify 的限定词 const， 这是一个变数 sz， 可是一个长值的变数，它是被 const， 这个它当然是承接前面嘛，哦、嗯，初始化，这个 const 它是零，当然可以，因为你不会改变它的值都 OK。对不对？前面他讨论那个问题，你不要说啊，这是变数，怎么可以设定它那个场合？没那个问题 ，legal， 对不对？我们就翻长值变数，用 cnt 这个变数来初始化，而 cnt 这个变数。在 B 所以 SZ 是表什么意思、啊、我都不知道 Zero 是不是这样去由零这个初始值，第四个呢？哦，加加，为什么这里会跑出加加？加加是递增运算值，对不对？啊，它这个是这两个，这两个是 expression 嘛，运算式，对不对？它那两个是应该是加加是递增，运算值。然后 cnt 是变数，所以你就知道。那如果为什么翻变量，表示它的量，它存的值是可以变动，要变量，对不对？但是 ，sz 定义为、哦、你看我们尽量用学到，但是 sz 用 qualify。Qualifier 定 qualifier counts qualifier 定义为长值，就不可以再变动。加加，所以他叫你说为什么要讲，为什么不对？你要讲出来。不允许，这个不合法。嗯，好。
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也快两点了啊，休息。Reference to count 啊，对这个常值变数的或者常数的一个参考，注意这个参考还是前面的 reference 啊，因为常值它还是它只是一个加了一个 qualify counts 的一个 object 啊，还是一个普通变，它当然是一个实体嘛，那当然可以被参考参考。好，那我们就下一节课再来吧。你先到这儿，2.41，这个是我们小常又出现了，61页，对这个常识的一个参考，counts 的参考，好。阿弥陀佛，早造业多念佛啊！这一集我们就到这，大家夜梦起，大家精进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